他们应该蛮喜欢我们的礼物，那合个照好不好？做个纪念，趁现在还不忙的时候。期待你。来，他进来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啦，真的不好看。这样哪会不好看呢？不是光的问题。哇，他冲着你来，他完全冲着你来，还是往下。这样是鬼光，这样是鬼光。他得罪嘟嘟，就是主持界小天后。不好意思。周日晚间10点，婚礼歌手就在东森综合台。